先把那个不怕死的先搞死。如果我今天穿否放衣去学校，学妹问我否放是什么意思，该怎么回答？否放就是你跟他讲，你跟学妹讲，否放就是你如果对我说否，我就放进去；你说不要，我就放进去。因为不要就是要。那你要怎么样凸显你是个有钱人？就是要制造很多穷人嘛！啊，那些穷人一穷就说干鸟不想活了，我去跳楼。啊，穷人都死光了，那你是不是就最穷的那一个？那你要怎么当有钱人？就是把这些穷人都留着啊，然后跟他们说，哎，你没有很穷啊，你工作一辈子，你可以换一间房子，可以住的房子也不会垮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留给你儿子住什么的，用一些美梦欺骗那些穷人，对不对？然后一转头，哎嘿，帮我当一辈子打工仔。亚洲董神会说你这个假设不存在，导果为因。那些人就怕你们这些人造反，就搞一个什么社会福利制度，然后转头就跟你们说，哎，我们有在做社会的公理正义啊，我们有在怎么样，有在怎么样，啊，房价有跌吗？你还不是一辈子只能换到一间房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们就说，哎，我们有在做事，我们有在做事，你不要造反啊，啊，你造反了，你把我们的钱都抢光了，对不对？社会福利制度就是怕穷人活不下去，对不对？受不了了，对不对？就去抢有钱人的钱。啊，他们为了要一辈子把你当奴隶，就说啊，你不要那么生气啊，穷人缴的钱、缴的税比较多，啊，他会帮你们缴税，他会负担你们的什么什么什么，他，啊，其实就是养着你们这些狗，让你们不要饿死，然后一辈子当他的奴隶，就这样子而已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先骗了你嘛，再骗你旁边那个嘛，再骗他妈的一两千万人嘛，然后你看现在骗了一两千万人，对不对？哎，基数够多了，翻脸不认人啊，怎么样？你要不要当我的狗？你不当我的狗，你滚！我再去旁边牵一条狗来用，对不对？还是有要当他的员工啊？你不听话，你不当狗，我去旁边找别条狗来用。可怜呐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当那条狗啊！一个月领那一点点钱，还要妈的被人家干呢，啊！啊，最后谁数钱？他妈的，就那些垃圾在数钱啊，跟呆呆乱编阿翔手下差不多啊！啊，怎么样？你不想干了，不想干就滚啊，我找别人啊，啊，他是我妈鸡啊，我就在给他肉吃啊，啊，你不是我妈鸡啊，你他妈滚到一边去啊，对不对？乱编阿翔，那啊，他基数够大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滚了，你滚了，我再找别条狗顶替你就好啊。你就像石油一样啊，对不对？石油最大出产地就在中东嘛，啊，如果我阿拉伯人团结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团结在一起，石油被我们垄断，我们高兴怎么卖就怎么卖，就有人就上钩啊。哎，欸，你听我美国的话啊，我扶你起来当政权，当那个领导人。他说，哎，欸，我可以当领导人，哎，欸，好开心哦，喔。那我给你扶一下好了啊，就有这种白痴会上钩啊。我老美就在中东一直搞事啊，我就不让你团结啊。啊，你的石油就永远滴滴的让我爽啊！啊，就是会有憨仔啊！啊，你不干，我找旁边那个人，哎，有工作了，我干，对不对？他就不怕，啊，反正你不当狗，有别人会当狗啊。如果都团结在一起，不是共产主义吗？啊，因为就是资本主义，所以就是会有人不团结啊。所以奴隶就永远是奴隶啊，因为奴隶团结不起来。不，你看以前各个朝代都是这样，就是当贫富差距过大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就会有什么起义啊、革命啊什么的，把那些财产重新分配嘛。就是历史是一面镜子嘛。那大家研读历史，有些人就发现，哎，我们要是一直把这些穷人压得死死的，他们就一定会造反。啊，我们人不够他们多，我们的钱就被他们抢回去，所以他们就开始催眠你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弄认真一辈子是有机会赚到钱的。哎，有这个世界上永远存在都有机会啊，这个世界是公平的，然后就开始催眠啊。哎，看，假设我们穷人都团结在一起，那个台积电要找设备，我们都不干，他空有那个机房转不起来，他有办法赚钱吗？没办法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就是会有狗啊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那设备一个月很多钱哦，五六万哦，你要不要来干？啊，就有那个低能儿就哎哎，我干，好多钱啊，就有狗会去干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辈子就只能拿五六万啊。你这个假设本身就不存在，拜张家行。对，你今天想象一个假设嘛，假设我们今天有个人站起来啊，大家都听他的话，他说今天那家公司设备才开五六万，我们不要去做，他把我们当狗。啊，哦，大家都不要去做啊！台积电要找谁？没人啊，他五六万找不到人，那他只好开七八万啊。
可以七八万再找不到人，他只好开十万啊。对，他最终要开到一个合理值嘛。那可是没办法啊，我们已经被那个资本主义那些有钱人洗脑了。可以的啦，五六万很多了啦啊！你看，你一个月拿五六万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算你一年赚16个月好了，够多了吧？一个月算你6万，96万。桃园那边房子一栋2500万以上，要赚他妈多少？26年，26年不吃不喝，你才买得起一栋房子。大家是不是靠那一栋房子就吃死你一辈子啊？然后一直跟你催眠说，哎，没有，你有机会，你有机会，你有机会，你不吃不喝30年就可以买房子了，对不对啊？你沉浸在那个美梦，哎，真的，我30年以后我就可以买房子了，啊，可怜啊，一辈子当狗啊！叫你加班就加班 ，on call， 放假放到一半。什么有问题？妈给我过来！快讯成功大学。现在中国一样是资本主义，赶快跪在资本主义面前。其实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其实没有什么差，只是演的好与坏而已啊。像共产主义就是，他直接是拿指令来压你啊，就是比如说，今天这个上面领导跟我们说，今天这块田要种完。你死活都他妈给我种完，就是社会主义啊，就是直接用指令跟你讲现在要干啥。哈比你一天才解3个 A， 你账没清，我有权利不让你再借哦。等一下还没打，你他妈那么紧张干嘛？一天三个不行哦。啊，不是你找那个超进来戳我，我妈的两场都打不下去，那你想我怎样？